我跟你说，你从泰国回来之后，不老娃娃这个称号你不住了。看到你本人，很像在看黑白电视，哎，整个人就是灰灰的。然后我跟你，你看我是不是跟仙女差很多？哎，晒干了。我觉得你这个症状不要再怪曼谷了，不要再怪曼谷了。而且你这个症状听起来不像。 我就要像卡到音，我来告诉你一个法宝，来拯救你，把你这个招牌呢再重新擦亮一遍。它呢是有得奖的，这是女人我最大赏的这个网络通贩最佳美白乳霜大赏。这个呢是非常厉害的网络号称这个懒人白白霜，懒人白白霜，这个哦，很有名的，来自日本的制药大厂生产的这一个非常有名的。 多效合一，一瓶抵多瓶。我跟你讲，这里面有那个复合的美白精华成分，美白成分大家熟悉的熊果素有没有听过？有听过。然后呢，传明酸有没有听过？有。对，还有甘草精华，哇，紫草根，有，都是舒缓镇定美白、改善肤色、改善黑色素非常安全又有效的成分，通通都有。所以老师，我们刚刚带回来的其实最需要它了，对不对？对，一次帮你补充七种胶原蛋白，七种啊？对，从表层中层到深层。 各层所需要的胶原的配方，它通通都有在里面。太好了，对，要不要来用一下？真的，来，而且它用量不用多，真的好清爽哦。因为你想说这么多成分在里面，会不会很黏腻、很厚重？一下下就吸收了，完全不会。对，而且它就是无添加，所以你不会刺激，不会敏感，而且没有任何的香料香味，很安心。来，果然帮不老爸爸来体验一下，真的好细哦，没有任何负担，真的。你看它马上变成一种。 化妆水的感觉，对，然后你在抹的时候又很像精华液，对，然后吸收完之后就变成一个乳霜乳液封起来的感觉，然后你会感觉到肌肤底层那个保水度是有的，然后外面摸起来又不黏腻，对，而且呢，如果你不是一个很会按摩的女生，你只要轻轻这样由内往外，这样轻轻的拉皮，好舒服哦，在你暴露皮的地方，那都亮起来了耶，对，整个提起来。 哇，千万瓶了，哇，千万，对，就是很厉害，很厉害，你看用完之后，你知道皮肤马上就保湿，因为它里面有55种保湿的成分，7种胶原蛋白，是不是很微？超微的，而且像他们家的精华液还有面膜啊，也都有得奖哦，这么厉害，对，真的假的？整柜都很适合买，是的，很推，而且很滋润，这才是不老爸爸该有的那个。然后另外一边你摸干的，哎呦，就放那么干呐，然后刮伤，很薄，然后感觉充满水了，对，对，不我这个角度看真的觉得，它很多，漂亮哦，哎，有菜，紧致提升